我对向玻璃拍下这一
好多小朋友呢，如何可以發揮到自己嘅興趣呢？第一樣一定要先讀好書先，因為讀好書你先有機會有時間俾自己去有更加多嘅學校生活，俾自己喺學校裏面認識多啲自己，同一齊玩興趣嘅朋友，多啲時間俾佢空間俾自己去發揮。就好似喺我嗰陣時，我喺學校咁樣，就每一年我都鍾意喺學校度表演，鍾意比賽。咁啊，希望呢個小小意願咧，去到大家，送俾大家我哋快樂無成。
所有頭先嗰啲動作，小朋友要經過。